今天要把下一个式神讲完了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回去回去回去。等一下哦，说。那个是什么？因为这个是最新的，其实对他比较没影响，他突然跑出来，所以我们就讲这个魔神乔帮主。那魔神乔帮主这部分的话，我们可以继续接下去。怎么办？先去六十号。等下我们先要赶快转职啊！我先升一下好了，不然这样卡太久了。